面人儿。提到面，可不只有喷香松软的面包、蛋糕，这个栩栩如生的小人儿竟然也是用面做成的。这就是中国已有1300多年历史的传统手工技艺——面人儿，也叫面塑。他把面粉从小小厨房搬到了艺术殿堂。面人儿的制作，一般先采用捏、搓、揉、掀等手法塑造大体形制，再用竹刀刻画细节，加以点缀。巧手之下，面人儿活灵活现，栩栩如生。面人儿的基本形制分千举式和至暗式两种。千举式面人儿深受小朋友喜爱，下方插有一根小木棍，可以拿在手里，好吃又好玩。暗制式多是精致考究的陈设艺术品，制作时在原料中混入专用添加剂，做防裂防霉处理，使饱含心血的面塑艺术品能够风采长存。核桃面人儿以寸镜之势为神话人物鸟兽，网布因势象形，各具情态。小小的核桃里展现了精巧的传统戏剧场景，两半一合就是唱念作打的戏曲世界。热爱生活的中国人取面粉为材，用勤劳的双手塑造出一个个美好的艺术形象，欢欢喜喜举个面人回家，是许多中国人难忘的